Team 一齐同你玩尽 AI 电脑功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丰泽 Team 嘅 Anna。大家想拍旅游 vlog 嘅时候，第一个问题通常都是不知点样 plan 好个行程。但今次我哋介绍嘅呢款新电脑就可以轻松解决呢个问题啦。它就是 Copilot Plus PC， 来自咗 Copilot AI 聊天软件，配搭埋强劲嘅45TOPS NPU， 咁样我哋就可以简单透过问答方式 plan 行程。简单输入我哋想去日本潜水睇珊瑚礁嘅要求，佢会快速解答目的地，仲可以用 Copilot 详细介绍相关景点嘅资讯。咁样到拍 vlog 嘅时候，就有好多嘢可以分享，唔怕 dead air 啦。作为一个初入门的 KOL， 参考前辈们的影片是必然的过程，特别是想看看当地人介绍景点故事的时候，短片没有提供到字幕，你就可以在 Copilot Plus PC 开启即时辅助字幕，你可以点选设定就可以移动字幕的位置，你还可以在喜好设定自定自己喜欢的样式，当需要看到直播的影片，即时辅助字幕就绝对是一个好帮手啦。很多 KOL 会制作自己独特的影片封面，对于画画天分不高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但 Copilot Plus PC 来自的小画家新增了 Co-Creator 功能，只要简单古画轮廓加上相对应的文字描述， AI 就可以帮你完成图片。如果你想 AI 帮你画多一点，你就可以增加创造力的数值。另外，呢次小画家都新增咗图层同埋移除背景图片功能，满足到用家嘅大部分基本需求。剪接问题就系大部分 KOL 遇到最后嘅一个难关。Copilot Plus PC 可以透过 Clip Champ 使用 AI 建立影片，输入标题同埋添加影片或者相片就可以开始剪接噶啦。拣选翻你中意嘅色样、影片嘅时长同埋音乐。点选在时间轴中编辑，你就有一个 draft 的影片。另外 ，Keep Champ 仲可以 AI 转录字幕，同埋文字转录语音，连旁白都可以揾 AI 帮你配埋噶。对于 KOL 嚟讲，呢部 Copilot Plus PC 可以由筹备拍摄开始到最后完成影片，都有 AI 帮你，大大节省时间。咁正嘅电脑，呢家喺丰泽就可以买到啦！你哋仲唔快啲落指定嘅分店试下，或者喺丰泽网店订购？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！